狮子嘴里叼着一个相机，希望摄影师没事。一地的电动摩托车，这下全泡汤了，手机还要不要了？一路开来，满身泥泞，新买的耳机一剪刀下去就报销了，玻璃上的飞鸟痕迹看着都很痛。被电梯夹住衣服的死神太没面子了，掉进地洞的汽车引起了路人的围观。